在影片开始以前啊，如果想要看字幕的朋友们，记得打开下面的 CC 字幕哦。嗨，大伙欢。嗨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喝一个最近人气超高的饮料店。对。超夸张的，我们刚去买的时候啊，我们在那边还在看六月的首播，就一抬头，整个人爆满。对啊，好扯哦。最近的各大论坛新闻几乎都是这间饮料店的。对 ，IG 也很红。超夸张的，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哎。对啊。你知道吗？突然就当时红起来，很像是因为他有出那个新的叫杨枝甘露 2.0， 对，重点是1.0它就很强了，重点是还很贵，超级贵的。我们今天特别的买了4款饮料来试喝，我们来喝喝看到底为什么它会这么热门。好，然后我听说它的鸡茶高山茶也很好喝，所以我这次也买了高山茶，还有一个布丁红茶。好，好，你先喝那看看，先从最平凡的，对，最想要喝的就是这两杯。我猜芒果应该是我最爱，我觉得鸡茶的话应该是不会分出太多差别吧。你有办法说出鸡茶的差别，我也是觉得挺厉害的。它就是很清爽，很清爽，很清爽，清爽到有点哦，有点水。我们是都点半糖吗？都点半糖，然后但是这两个是没有办法调整的哦。而且这个才25块，我觉得蛮好喝的。对啊，因为像外面饮料店很多都是30块了。鸡茶这个就蛮舒服的，再来喝这个了吗？会不会太快？我们今天的节奏稍微快一点。你不是说要闲聊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呢来 喝看第二杯。你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快吗？因为前面两杯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最后这两杯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赶快喝第二杯。第二杯是布丁红茶，用粗吸管。对，看到六一用这个吸管呢、啊，我就想到之前啊，我有送他一组。對啊、就我们之前在骑车的时候，他放在前面那个置物篮里面，对，那结果骑到一半，他东西就飞出去了，就他的玻璃吸管整组都飞出去了，而且那组是那个喂的海龟送我们的，对啊，他平常都带着，就那天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在前面，结果骑车不知道骑到窟窿还是怎样，喷掉，他说他有看到飞出去的样子，我就听到破掉的声音，回头看到我的玻璃吸管。而且很奇怪的是，我们在那边绕了起码10圈，对，找不到尸体耶。我一直很想要把它找回来，这一集是故意坐那么后面，脸比较小。没有，谁叫你要坐斜的？我也可以往前坐，只是没有位置了。而且我们很矮。因为我怎么觉得西洋红茶没什么味道？我觉得这个比较涩哎。我觉得是布丁比较甜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都没有喝到布丁啊。我只有喝茶的部分，我觉得它的红茶好涩哦、喔。是哦、喔，还是因为是锡兰红茶关，因为它好像有跟我们说有另外一种可以选，还有一个是古早味口味的。哦，那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古早味的，但是锡兰感觉就是一般的饮料店会用的啊。对啊，但我觉得有点涩哦、喔。这个锡兰布丁喝起来有点，就是舌头上面会有点负担的感觉，舌头上面感觉重重的，然后但是这个高山金萱茶很轻。嗯，就是。直接一流而入的那种感觉，这个是有点舌头涩涩的，对，舌头很重的感觉，这个我觉得还好， nope. 我会去买。那有什么那时候点这杯？因为这个也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，他们说2018年前3名，就是你传给我那个贴图，好像有这个，也有选金萱茶，金萱茶是票选第一名啊，是吗？对，这是票选第一名哦。所以这个真的还蛮好喝的啦，这个就可以先不要。我觉得那个我不会再买，但金萱茶我可以再考虑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两个。你有查过里面有什么内容吗？没有、哦。我可以打开喝吗？为什么你不想用这个？不想。哦，你是有洁癖是吗？哇！它上面也是有冰沙的。对，有冰沙的。可是你这样喝你就喝不到下面的东西了。啊，你这样喝就喝得到吗？哦。好像不行。那我要这样喝哦、喔。我要喝了、喔。你先喝那个，我们统一说，不然我等下乱说的话，人家会搞混。我想说，你可以先确认一下，说这里面有什么，然后我边喝边跟你说我喝到什么味道。应该说我说我喝到什么味道，然后你说看里面有没有。所以我现在要查的吗？就是我刚刚的那种照片啊。不然我想说，可以给他们知道比较正确的东西吧。看你觉得这个封方式好，好不好？不好就算了。我是觉得这会不会怪怪的？那这样子他们会知道说这里面有什么吗？经过我们一番讨论之后呢，我们决定
让六一先喝喝看。对。然后我这边手上呢已经有它的组合成分了。嗯 嗯。看六一喝不喝出来。好。这个是杨枝甘露 2.0。其实杨枝甘露我听起来我不太想。像杨桃，我那时候听起来想说，这个杨桃汁是不是真的那么憨？怎么了吗？好重的芒果味哦。我看有没有芒果，有它有芒果，还有什么？它还有很多东西哦。很像喝到一种像果冻的感觉。它里面还有茉莉茶冻。嗯。还有吗？你还喝得出什么吗？有一种果汁的纤维。嗯，那果汁好，那纤维好酸哦，应该是我不喜欢的。红柚。哦，难怪。红柚汁。还有吗？有。还有一个你最不喜欢的，我最不喜欢的，嗯，要说吗？应该不是牛奶吧？我这样子从头喝到尾，我最不喜欢的，然后我竟然给它喝下去。对，但是你还觉得还没有那么难喝哦？你喝得出来吗？最后一个，我这样重整下来，就是我喝到芒果果冻，葡萄柚，嗯，没了，有，椰奶，椰奶。没有椰奶味啊，它有一个椰奶，它上面写说，嗯，将新鲜红柚粒与茶汤结合，搭配鲜甜芒果粒、嗯、茉莉茶冻与椰奶，最后倒入芒果碎冰茶汤。哦，嗯，没有喝到椰奶，是啊、哦，幸好我没有看内容，所以它里面有红柚粒，嗯，还有芒果粒，嗯、还有茉莉茶冻跟椰奶，总共四种，嗯，还有一些小碎冰，嗯 ，OK 吗？好喝吗？嗯哼，那好，你看我等一下喝这杯，好，我喝一口。我之前是想说杨枝甘露听起来是不太好喝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印象中它很像会有西米露啊那类的东西，对，但没想到这个没有，这真的没有椰奶的味道哎。但是如果喝到它的葡萄柚，我会觉得好酸哦、啊。嗯，我怎么没喝到葡萄柚？我一整个嘴巴都是芒果哎。我吃到它的果粒给它咬破，超酸，但是很好喝。嗯。哦，有了。嗯。我知道那一丝一丝的感觉。对。还不错，好喝，这杯多少？70。哦，好酸哦。吃到了，葡萄柚很酸，对不对？会突然让你醒一下。好了，75块，75块，好贵哦。哎、欸，还不算贵，最贵来了。最贵的是芝芝芒果果粒，好，要90元。90块。我一样用那支吸管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它上面还有搭配奶泡，哎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嗯、奶盖。对，奶盖的感觉。那我应该是先喝一口奶盖。嗯，这奶盖比我们上次去喝的那个叫什么？我们上次也不是有一起去喝阿花田的那个？哦，对。它这个奶盖是没有那么咸的。我喝看它的奶盖。它的奶盖是类似85度C那种海盐青的奶盖，不会那么咸。我们上次去的那间店有点咸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蛮好喝的、啊，奶盖的部分。好厚。嗯，好了，我开始哦。嗯，喝到什么？我先说有奶盖嘛齁，然后芒果一定有，废话，还有一个是茶冻，茶冻，因为里面有果冻，对，大概这个饮料就是芒果的量加多一点，就没有那个刚刚杨枝甘露那么多东西，应该就是芒果跟茶冻跟奶盖，芒果茶冻奶盖，好，看一下哦，好，饮料底层放入。茶冻、嗯，芒果粒，芒果冰沙，嗯，喜马拉雅山的玫瑰盐，嗯，与纽西兰 cheese 做的奶盖，哦，哦对，没了，哇，怎么那么厉害，我很强，就这样就没了。可是为什么这样子要90元？可能是因为它有新鲜芒果，哦，芒果量多一点，对，然后它那个是芒果量比较少，对，但我觉得那个比较好喝哦，但我觉得这个奶盖我觉得蛮赞的。那如果整体比下来的话，我会想要喝杨枝甘露，对不对？这个有点就是芒果汁的感觉，嗯。但是它的芒果粒是吃得到一颗一颗的果粒，对。比较惊艳的就是它的那个芒果颗粒，对。我觉得最可怜的就是我们前面这两杯，完全没有人要理他。这一下喝就给我喝那么多，那两杯是怎么回事？还不错哎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我问你哦、喔，如果这杯饮料90元呢、啊？嗯。你还会再去买吗？嗯哼。不会，为什么？这个我会考虑啊，确实快了。哦，如果是你们的话，你们会买吗？就是会重复去买，因为我真的看很多人都在那边排队打卡，嗯，就是买完就这样拍。但是我真的有点疑问，就是你们拍完还会再去吗？还是只是为了一时然后想要拍照上传？你会吗？我可能会耶。嗯，
再回购。也是那个，这个有点贵了。嗯，这个如果我喜欢奶盖，我会去八十度 C 买那个奶盖海盐青、海盐红。如果真的要喝马古的话，我可能也会选它。对，这个好喝。这个、杨枝甘露2.0，哎，它竟然2.0是不是1.0？有吧？你不会很好奇说1.0的味道是怎样吗？会啊。我也很想知道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买不买得到。不想说你想做什么，还是你会自己做？我不会做啊。我想问大家有没有喝过1.0的感觉是什么？我想说，你之前不是有做八十五度 C 的手作吗？嗯，那你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变得出来1.0？比较难。最近阿宽有点失落。嗯嗯，因为他说他的点阅率都很差。对啊，好可怜哦。我们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救他吗？我现在是隔日发片。然后每天8点，我都会在首播上面跟大家聊天。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，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天。不然我们昨天拍的那集只有3个人，没有人要理我。我已经睡掉了，而且其中一个人是我。对，就是我跟他还有Ines。心很累啊。还有罗涵。哦，罗涵最后才来啊。对啊。心很累。就阿宽，不然还要拍不下去了。那今天上片的时间应该是母亲节，嗯，那祝你们身边的母亲，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母亲的，母亲节快乐。那今天影片就结束了，那我们就后天再见，拜拜。拜。